Monica，你拿电话 share 哦。这边有啊，要一点时间。哦，有了，哎呦，Hello，大家好，有一个人看哎，这样快，谁？很小声哎，听不到，谁的声音？听到声音，哇哦，这样快聊你的 fancy。好的，OK。有的做，OK，我把它 share 出去先。Hello，李伟。Hello，Kenny。Hello，Mr. Lee。我吵，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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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进来了。Mr. Lee 进来啦！我怎么看不到？我看，我这边。Hello，金轩。金轩，Hello，李，Hello。大家都进来看我们这两位姐妹花噻。三十分钟姐妹花，大家先。还没有到时间，我们等一点时间哈。我们准时4点就开始，还有5分钟。进来的朋友们，记得留守到最后哦。Hello Fanny, Hello Kirsty。秋秋，Hello 秋秋，秋秋，那你今天要分享什么？你要知道哈，你留到最后你知道了，因为我们今天还会做一个幸运抽奖哦，所以你们一定要留到最后啊，这样才能有机会参加到。这个我问你去的，哪个？你去三十分钟，跟我是你的聊天的公司。秋秋，Hello，秋秋，秋秋，我今天要分享。进来的朋友们，请可以等一下哦。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聊天一下，看那个孔麦子下 ，OK， 我们可以，你们那我们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聊天。哇，大家看到开始很多朋友进来了，对。哇，秋，你有好奇吗？今天我们到底要分享什么？我觉得应该会喜欢阿秋，因为我们也喜欢，只要是人都喜欢这个太真的是太 normal 了。李伟问有唱歌是吗？你要我们唱哦，你留到最后我就唱给你听，李伟。哦，对，你留到最后我就唱给你听，真的。Hello， 美女安迪。Lucky Joe， 我们在结尾才有 Lucky Joe。Hello， Kirsty。苏荣，你有看到你的粉丝们吗？有，刚好看到一个。他粉，他的萝莉来的。Hello， 你的粉丝是萝莉来，加这 bus 来，加这 bus 来，亮亮 bus。塞车这。塞车是吗？OK， 对，外面蛮塞车应该。Hello， 燕姐。
研究所，我有看到那个标题《爱心先生会》，我们就是对，今天是我们的《爱心先生会》的第一集哦。现在几点？还有一分钟。这个、Hello， 表姐你好，我的表姐进来了。Hello， 表姐你好，漂亮的表姐你好。哇，谢谢 Kirsty， 带了很多朋友。Hello Sam， 啊，我漂亮的妹妹去买的，是啊，刚进来的朋友记得留守到最后哦，因为今天我们有 lucky draw， 对对，哎，思文 ，Hello， 你好，立威的好朋友。OK， 还有一分钟，我们就等那一分钟，真的是一分钟而已，我们就可以开始了。你们今天有看到我们有很开心吗？厚脸皮哦。你哎，其实看到我应该有惊讶到，应该有点吓到。啊，对对对，我看到一个人看我直播，真的有点吓到我爸爸。你看到你妈妈看你的直播 ，Hello Hello， 看到自己妈妈吓到，好笑。你吓到了，我是阿婷，不是你，我是阿婷。Hello 阿婷，你知道吗？你好，我的爸爸说你好。你要记得帮我们分享出去哦，进来的朋友们记得帮我们这个直播分享出去。对 ，OK， 好嘞，来。我们自我介绍先。哎，我们现在要表演一段自我介绍给你们看。有一点，你们不要呕啊！你们吃饱了吗？OK，Hello， okay. 大家好，我们是 Sex Perfect 的酷。我们自己介绍自己觉得很好笑。Okay. 等，太靠近了。哎，消毒，你太靠近我啦！太靠近了。还有后面，我们消毒先。来，我帮你消毒。Okay, okay.你的手，关眼睛。OK， 我们可以靠近啊。OK， 容你有消毒嘛？在家消毒哎，保持卫生哎。对呀、啊，我可以这样做嘞。啊，保持距离啊。OK， 你介绍你是什么 ？OK，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花，我是小花，瑶瑶，我们是姐妹花。你们不要笑我们啊！真的不要笑我们，真的不要笑我们，太恐怖了。OK，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爱心线社会第一集、嗯，真的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直播。我是瑶瑶，不是嘞，你们应该看到我应该会笑到吧？因为原本 poster 是那个女神 Fanny， 是不是她的粉丝竟然看不到她，有一点失落，对不起你们啦，因为她临时家里的网线没有那么好，所以就今天我代班。嗯，她是女神 Fanny， 我也是女神。本来是三个，可是我是女神经。我是你是女神经，我们是女神经了。女神经的 category， 她是女神的 category。OK， 我代班一下，不好意思哈，她的粉丝 ，sorry， 真的 sorry。等一下，粉丝打你、啊。然后大家一定要留守到最后哈，因为我们真的有做抽奖活动。嗯，然后其实你们知道我们今天做的直播是为了什么吗？你们不知道不用紧，一定是不知道了。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大花。OK， 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其实我们的直播的目的是因为我们的 Sense Perfect 希望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啦，跟大家可以增进这个感情以外，同时我们想要就是介绍给大家知道我们的顾客的专长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我们的素荣，对，来跟我们在这个直播里面。大家好。对，其实他的专长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专长是 F&B， 你看他这样年纪轻轻哦，真的是很年纪轻轻哦，真的很轻哦，他很轻了。他已经是鸡饭店的老板娘哎，真的是老板娘哎，所以真的是不要小看任何人哦。嗯，对，可是讲到鸡饭我真的很喜欢吃鸡饭，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可以每一天都吃鸡饭的，真的每一天都可以吃鸡饭，如果真的是可以允许的话，我真的是每天可以吃鸡饭，因为每天吃真的。你想一下那个鸡饭啊，一粒一粒它的饭咬进去粒粒分明啊，然后好它的那个鸡肉又那种把碎碎碗粒粒的吃下去，很滑。哇，你讲到真的很滑，现在那种天堂 delicious， yum yum，
等一下，OK，就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真的。哇，有人送我们花嘞！谁送的花？来，我们看一下哈。有人送我们花，小花送你们几朵花，瑞妮送我们几朵花，这样几朵？哎，我们可以再多一点吗？可以再多一点吗？多几十个也不用紧啊，几个别来，几个太少了。刚进来的朋友们，你们记得要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然后对三位朋友，只要你们在下方留言写我要鸡饭，待会我们你们会留守到我们直播在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幸运抽奖哦。对。只要你写了，我们的团队就会记录你的名字，然后丢进那个抽奖箱里面，然后结果我们就会来做一个他大抽奖。我以为很多人喜欢吃鸡饭嘞、欸，是啊，真的很多人吃鸡饭，对，很多人吃鸡饭，现在没人吃鸡饭，我记得了是吗？哎，保持距离，不要靠近我，消毒。快点，消毒，消毒，消毒，来，快点，帮我消，不要太靠近我。OK， 我跟你们讲哦， okay, sorry, sorry. 这个消毒哈、哦，它连我好像我现在是孕妇都可以使用了，很安全的。哎，你摸哪里？在直播，不可以乱乱摸，不可以乱乱摸。OK， 其实呢，好、哦，真的是鸡饭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我一直要强调鸡饭真的很好吃，就是我觉得鸡饭应该可以吃得很健康吧。其实可以呀、啊，其实我们鸡饭可以吃得又健康又美味啊。其实吃鸡饭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刚进来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记得分享啊，记得。对。然后其实鸡饭可以吃得又美味又健康，你们好奇吗？怎样又吃得又健康又美味？看好吗？你好奇吗？我觉得应该会好奇。我这么多人在，我吃鸡饭了。他们一直心想，鸡饭怎么能健康？这样油。可是真的真的很能健康。这样团队们记得记录哦。对呀、啊，你们要快点，你要快点，快点带你的朋友进来哦。你们有好奇吗？到底要吃鸡饭要怎样吃的健康又美味？其实我跟你们讲，吃鸡饭也是有技巧的，就好像我吃鸡饭也有技巧。我跟你们讲，吃鸡饭也有技巧。技巧，哎，我先教大家怎么吃鸡饭哈、啊。首先要把那只鸡洗。把它冲一个凉，我冲wash一下，然后过后呢消毒一下，然后就帮它拔毛嘛，拔毛的毛量帮它按摩一下，就看我们美容院按摩一下，给它那个骨肉分离，骨肉分离，给它骨肉分离，然后呢就好像类似打通它任督二脉，就打。苏龙，苏龙，你是不是在店里面的时候，你卖鸡饭的时候，你就是帮它拔毛，然后打通它任督二脉，所以你的肌肉才会这样好吃。你也帮它上个妆。把它放在那 OK， 把很多孔都遮起来，对吗？对。OK， 原来吃鸡饭都有这样多的技巧，你看了吗？不是单单做护理还有技巧，连吃鸡饭都有个技巧哦。然后首先呢，吃鸡饭什么技巧呢？就是我们可以喝一口苏蓉自己做的那个蔬菜汤，喝两个后软软胃。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吃鸡胸肉，因为鸡胸肉里面哈。大家都知道吧，鸡胸肉里面有含很高量的这个蛋白质，然后它脂肪很低，对，它脂肪真的很低，所以你看那些做 gym 的人，他很喜欢吃鸡胸肉，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鸡胸肉可以吃得很健康。对，你们大多数喜欢吃鸡肉啊、那个吃鸡饭的时候，你们喜欢吃哪一个部位？有喜欢吃鸡屁股。OK， 我的小花比较特别，我不知道啦，他喜欢吃的那一个吧。OK， 可能那边的营养是比较吃了碗绿绿花，所以他讲喜欢吃鸡屁股。可是鸡肝真的很好哦。真的可以，其实鸡肝里面含有很多的那个维他命、嗯，它有维他命 A、B 1 B 2跟 C。嗯，你看这鸡肝都会有这样多的维他命哦。同时还有一个东西哦，就是吃鸡饭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技巧。你看我们怎么吃一个鸡饭，塞进左边，塞进右边。你看吃一个鸡饭，我们都会有一些的小技巧，那么多小技巧。你看这个鸡饭，就是连那个吃鸡胸肉，它都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那些蛋白质。对吗？所以还有一个小技巧，大家有很好奇吗？还有一个小技巧跟大家分享哦。刚进来的朋友，请你们记得一定要带三个朋友，带三个朋友，然后 comment 写我要鸡饭，然后你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幸运大抽奖。你一定要留到最后哦，真的是要留到最后哦，因为我们的苏龙有赞助了30份的幸运大抽奖哦，所以记得要留守到最后哦，我们会到后面的时候才抽这个奖。对，哎，你来公布你的那个
怎么、okay. 怎么吃的？都没有人讲哦，有立威问了，都没有人问了，问了我不要讲了。讲讲拜拜。你们要问了，我就会讲了。有立威问了，讲立威。我就告诉你，偷偷的告诉你，你有人知道不啦？其实吃鸡饭真的有技巧的，我们就是要一口慢慢的咬，咬20下到30下，要咬20下到30下。为什么呢？要咬20下跟30下呢？为什么？你不会难倒我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吃的话，那个饭比较好吃。等一下，没有啦，你因为你把那个里面的饭咬进嘴巴里面嘛，然后20到30下，你就可以把那个食物咬得很烂，然后就很温和的排进我们的，不是排进了，刺进我们的肠胃里面，都排进去，刺进我们的肠胃里面，然后就不会导致我们的肠胃不好，不会受伤，就是预防我们的那个肠胃受损哦。对 ，OK 吗？对吗，苏龙？我们今天教了这些小技巧。嗯，我觉得过后还会复原哦。啊，对呀、啊，真的，咬多了，好像真的是能瘦脸。哇，虽然我们的脸没有瘦，因为我们太心急，我们吃东西太心急，吃太快。刚才苏龙讲，咬了过后哈，咬20下跟30下哦，我们的脸还会变成 V 哦，对，脸会变成比较结实，比较又能健康又能美容，极好啊。哇，吃有的吃免费的，对呀、啊、对呀、啊，只要你今天在下方，你带三位朋友，然后你写我要鸡饭，然后你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抽奖 ，OK 吗？刚进来的朋友们记得哦，我看到很多新朋友进来哦 ，OK， 都是朋友蛮多的，看他们应该都是我们苏荣的粉丝，铁粉，你的铁粉是吗？苏荣，你的铁粉的怎样的劳力来了吗？你说在怎样的铁粉？真的很多哇！你看，我们回答一下，先回复一下。Rainier 有的是免费吗？只要你留到最后，一定有免费的东西给你吃。怎么？只要你留守到最后这个直播。Hello， 雪谦，你以为你是铁粉对吗？我知道你是铁粉，我知道你也很喜欢吃鸡饭哈，真的是很喜欢吃鸡饭。你看啊，吃鸡饭都有技巧哎。对，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学这个技巧啊。你看啊，吃鸡饭都有技巧，这样子应该砍鸡都有技巧了。是吧？砍鸡有什么技巧吗？先要斩的时候斩哪一个部分？你要他讲啊，我要砍你哦。你要跟他讲吗？所以大家一定要等你三个好友啊，三个朋友啊，三位朋友在留言，我要鸡饭。然后我们的队友就会把你们名字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就会丢进去那个 lucky draw 的箱。待会留守到最后的朋友们，我们就会抽出30位的幸运儿哦。而且是我们的苏庸特地赞助我们30份的奖品。对，他真的是很好，真的 很喜欢吃鸡饭的朋友们，你们就要大大力的分享这个直播了。你可以。不用，你可以打包一包给我们，也让大家知道原来吃鸡饭也是有技巧的。然后吃鸡的时候，哪一个部分是有营养的？对，我觉得，全部人听我们讲话听到神啊！为什么？你们还要继续听我们讲吗？我觉得他们没有很想要听我们讲啊，不理我们，我看他们是等人家，他们要吃鸡饭真的，你们可以。饭真的很重要，鸡饭真的很重要。你看我们这些，我要鸡饭，我要鸡饭了。鸡饭真的很重要。你们记得要对3位朋友写我要鸡饭。哇，你看很多人写我要鸡饭，我要鸡饭了。对，哎，弄到我也很饿了。这样我们的团队应该手很酸了，我觉得。这样一直写。我自己也要写啊，我可以有 free 的一份吗？我对三位朋友，我要鸡饭。我可以，我现在。电影吗？啊，应该关了。给你们。哇！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又赞助了，又礼物给我们，谢谢你。OK， 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们讲话讲太多了，那些人都觉得，哎呀，可以不讲话，讲多点鸡饭的东西。可以呀、其实大家都很想要了解年纪轻轻的苏荣到底是怎么在这一段路的创业的一些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对吗？年纪轻轻就能把那个鸡饭做得很好，然后有很多顾客，真的很多顾客。这样我们为了要了解苏荣多一点，我们就访问苏荣一下咯。OK 啊 ，OK 吗？我们来访问你啊，苏荣。OK 啊，帮忙，帮忙我，有你
这句话好，谢谢你。我们吓到倒退了，你们。这样今天的今天直播应该是我会问到很长很长的故事，因为我真的很想了解年纪轻轻的你怎样在这一路以来的那个创业，也很想了解你在这一个啊、这一个一路以来的故事。嗯，我们真的很想了解，因为真的很少年轻人会像你这样去努力去做这样的东西。嗯，对。那苏老师想问你，其实你的啊店家是营业了几久呢？40多年了。你开了40多年？你开了还是、啊、你开吗？你们是有在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从公公营业下来大概有40多年，接近50了。然后所以这一代是你接手了，对吗？嗯，对。哇塞，真的是很老字号哦。这样子的话，你的那个档口跟你的店是在哪里呢？在那个 Blabigus 美元。Blabigus 的美元、嗯、美元的话就是讲啊，很多人就是讲那个 Astro 那边的对面。对，鞋 Baskin Robin 的旁边哦，对，对吧？对，还有那个很出名的、啊，一个卖那个花旗，还有那个含金饼是吗？哈、啊、的对面、啊、对吗？啊，就那边而已，那个很出名，那个很出名，你的地方更出名，不难找啦，一下子就找到了的。对，啊、我觉得 Baskin 也是很方便的、啊、那边、嗯，因为那边很多位置可以 Baskin。这样其实你的、嗯、menu list 啊，就是你的 menu， 你的菜单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嗯、哇，他们说，啊、我觉得是说起来的话是叉烧吧，和鸡胸肉。叉烧有什么很让人会回味？你的叉烧是你们的酱是自己调的是吗？啊，对对啊，自己特调的。嗯哦，叉烧是自己特酱，酱也很好吃。OK， 真的很好吃酱。可以。然后你的菜单有送那个鸡汤的嘛？不是鸡汤啦、啊，蔬菜汤。是免费的。应该是蔬菜汤吧？应该一定是有送蔬菜汤的，对吗？对对对，是免费的。对啊，可以 review 吗？可以 review 啊。review 啊。就是讲我们都喝完了，可以 review 啊 ，OK。这我真的后悔，大家听着的、哦、这个直播可以 review 的哦。大家，这样你明天开始要煮三桶了，煮一桶这样。经过这个很忙了，应该煮很多了。有人问是美元对吗？美元，我看美元有问。对对对，是的。哦，在 Blabigus 那个地方叫 Blabigus 对吗？虽然说他喜欢吃叉烧，又喜欢吃鸡胸，叫你两个都叫没？啊，有人问菜 boy 没有？他没有菜 boy 是吗？是不？啊，你只是有清汤面吗？嗯，那边的首选是清汤会比较优先，因为蛮多人想要找清汤，因为可能他们的啊那个胃啊不是很好，所以不敢太尝酸辣的汤哦。对。真的吃鸡饭过后、嗯、喝清汤真的是不会可以解油腻，暖胃，不会负担，不会这样负担，真的真的真的。你看，真的是吃一盘的鸡饭都这样多的技巧，真的是真的不简单、哦，不简单哦，真的不简单。所以我每天都可以吃鸡饭，还要咬20口到30口。啊，我一下子瘦我的脸，因为我现在脸不瘦，我要给我脸瘦。嗯MCO 全部脸圆，吃完我们吃饭太快了，我们用吞的，不是用咬的吗？用喂，你是什么人？用吞的，就讲到这样，哎呦！然后我想问看呐、啊，你不要笑我啊，你的，我想问看你的鸡呀、啊，人家讲那种干崩鸡啊，或者是那种农场鸡啊，你的是鸡？哦，我是干单的，我比较晒呢。哦，比较傻，八给八给，比较傻，八给，普通的，普通的，普通的，这样证明我们是巴萨，你不知道？我要去巴萨，你们可以暴露出来，我要去巴萨的人哈、啊，八给，因为鸡也是有分很多种啊，有干崩鸡，我知道干崩鸡，还有小鸡，OK， 我真的很想大鸡小鸡，然后我们小花大花这样。那上次我去吃的时候，我有问过你的啊，妈咪，我记得你们的辣椒是自己做的是吗？自己特调的是吗？嗯，对，这样子的话，你们很早起来，一天嘛要很早起来准备这些东西。你看你的那个鸡又自己烤的是吗？对，阿波罗的是吧？然后我们讲一个词语，讲阿波罗是烤的。然后你看你们的叉烧是自己做的，那你们的那个辣椒也是自己制作的、嗯，所以你们真的是要很早的起来准备这些东西吧？而且他又自己煮。
习惯了，习惯了哈，真的其实蛮辛苦的，很自然的就觉得早起。俗语说得好嘛，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嘛。这句话真的是不怪得每次你这样早醒啦，真的很好，正能量非常非常正能量。今天真的很多人喜欢吃鸡饭哦。然后我们再提醒你们哈，温馨提醒哈，你们要带三位朋友哦，然后再留言我要鸡饭，然后你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然后一定要留守到最后哦。嗯，苏荣，你的粉丝说。他很喜欢吃你们的叉烧，因为你们自己做的。你可以跟你的，你看到你的粉丝写吗？有，我这边比较慢一点。他说他很喜欢你们的叉烧，因为是你自己做的。对，他们家的叉烧是自己制作的，自己调的那个酱，那个 Jolly Hong Kong， 我乱读人家名字吗？没有没有。最爱吃烤鸡。Rainy， 你这样称赞我，我有点吓到哎、欸！你这样我也害羞。Rainy， 我今天口红不知道很红哈、哦，是他的脸很红，你知道吗？真的很红，真的很红，兴奋红了，真的很热情，所以我的脸也很红了。嗯，因为感觉要因为所有的礼物的红外线吗？苏勇，因为说你是年轻。立威说你是年轻人的榜样，哦，谢谢立威，对，那我们就再继续再问一下苏荣，大家都很想再了解苏荣吧？为什么年纪轻轻的他就会接手这一个他的那个家族的生意？嗯，那我想问一下苏荣，如果有一些就好像不是每一天都好生意嘛，一定有时候啦，有时候会生意。有这么多人说，那你那些的鸡呀、饭啊，你是怎么处理呢？我们都会毫不犹豫的都把他们送去孤儿院，就可以让有个饱足的晚餐哦。很好，真好。谢谢你。下一次的时候，你也是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也是可以的。没有啦，开玩笑，真的可以送给我们。你可以每一年都送给我们。我们这两朵的姐妹花脸皮真的很厚啊，你看我就已经知道很厚了。那里都厚啊，真的是。那里都够厚的。那里都够厚。来，我们看一下啊。所以要吃炸鸡还是吃白鸡？来了。是不是你别太激动，他们怕你直播到一半就想要生小孩子。没有啊，就想看 live 生小孩过程。啊，那个 Alexander AB， 我的朋友哈，所以吃烧鸡还是白鸡比较健康？不是，我们是吃鸡胸肉跟鸡肝。你应该是刚才没有进来到，对啊，刚进来的。对，你刚进来，所以你刚进来，记得最重要先分享出去，带你的三位朋友，带你的三位朋友，然后写我要鸡饭，然后待会我们会做一个幸运抽奖哦。对，其实我们吃鸡是哪里比较健康？刚才我们的大花有。讲了就是吃我们的鸡胸肉，因为它的那个脂肪很低，对，然后它的蛋白，对，它很多的蛋白质，或者是鸡肝，对啊，鸡肝就很多维他命 C 呀、A 呀，或者是烧鸡和白鸡是有分别的。嗯，年轻人的话会比较首选烧鸡哦，因为它是煎的嘛，所以它会比较健康的比哦。然后白鸡的话比较淡。真的，所以这样子，苏荣，你那边应该是比较多顾客比较喜欢吃白斩鸡还是那个烤鸡？等一下，我看到有人说我在怡宝可以送过来吗？我怡宝的话怎么说嘞？我送过去给你了吗？在这段期间哪里可以？啊，这个不能。那你就要，你到时你回来槟城的时候，你就要去找苏荣了。对，就留守给他。我们把他的那个店名还有那个地址在我们的那个直播下面有在 scroll 着的，你们可以收藏起来，然后明天可以去找他。刚刚我看到有一些人问了，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哈，我看一下大家很热情的问我们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我们要看一下哈。
其实这样好像素勇这样多鸡饭啊，这样多鸡饭店啊，真的很多哎、欸。每个咖啡店都有鸡饭店，你觉得你家的优势是什么嘞？家的优势，我觉得是以客人为朋友吧，因为我们都比较不把客人当成是客人，都把他们当为朋友，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比较，这样会比较亲切。对，就很多老顾客吧，你应该是真的是很多老顾客，抓住他们的，抓住他们的胃，没有，不是每一个顾客要去吃鸡饭的时候是为了你吗？看你这样可爱，对都去找素勇我来了，我不是要吃鸡饭，我来看你。是啊，我每次看你在那边的时候都很开心的，一直在那边很开心果就会了。你不是每一天都微笑对着他们呐、啊？很好啊，要有正能量的那一个，很好很好。我看到司仪进来哦，司仪 ，hello， 你好，下次一定要去吃，真的没吃过 Penang 的鸡饭。这样啊，素荣，我想问一下，在这一个你接手这一个啊，你的家族生意，其实在这一段的期间，你觉得如何呢？有辛苦吗？还是觉得啊，都觉得这一段的时候都很 OK？ 说辛苦嘞。不可能是没有的啦，因为毕竟也是会有过蛮多风风雨雨的嘛，而且时间时期都不一定嘛，就像现在 MCO 会比较下降一点哦，然后在还等 MCO 过后，我觉得啊，应该会更上一层楼，会很因为人家很久没有吃鸡饭了，我第一个去就我第一个就是选鸡饭，选真的，我超爱吃鸡饭，超爱的。来，等你。所以你真的觉得就是很不错，你这样子抱着这样子的，很正能量的，很好。所以你现在反正开心，你是从你的第三代了吧？第三代。那你应该很小就应该接触到这一行了，对吗？说小也不小，就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咯，先去做低层体哈，然后再慢慢爬上高层。哦，这你是 CEO 的感觉了是吗？这是我真的很想问，为什么你会想要接手呢？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很好奇吧，因为年纪轻轻的你，为什么你想要接手这个家族的生意呢？我觉得可能让你有这个动力，有这个恒心、啊、对，有这个恒心哈，有这个恒心。我觉得也应该也是看到妈妈辛苦吧，因为在我们上学期间，她要一个人 handle 那个档口，又要找钱呐、啊，又要 handle 顾客，然后又要动那些机，又要包装。所以我觉得我只要一有空放假、啊，我就会过去帮忙哦。真的很好，很有孝心哎，我都想要哭了，我都想要哭了。OK， 所以就是你觉得看到妈妈的辛苦，所以觉得你、OK， 很好，真的很好。就是你觉得不管再辛苦也好，也不想要妈妈辛苦，就你自己对啊，帮忙，对，就想要陪她，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有 OK， 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的粉丝们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问题，所以我们要回答一下啊。这样鸡饭跟美容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我想问你，今天我们邀请你来做我们第一集的这一个直播，其实你有好奇吗？美容店跟鸡饭到底什么关系呢？到底什么关系啊？这样就要由大花和小花来解释了。哇，你最厉害厉害了。其实我们刚才有说了，就是我们想要就是可以增加我们彼此的感情以外，所以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顾客的专长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集，就是我们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我们顾客每一个顾客的专长是什么。好，像这一集的就是我们的素荣，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一家的鸡饭店的老板娘。对，所以真的是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对，那首歌怎么唱啊？年轻有为。哇，你考我吗？突然间唱歌，突然想到那首歌什么年轻有为的，没关系，不会唱。突然间他问我什么歌，我有点吓到。年轻有为，不要你们的耳膜受伤啊。
歌后我就很难回答你了，应该 你要唱出来给我听，我才知道。OK， 刚进来的朋友们，也有看到一些朋友进来，记得要在下方留言，就是在下方就是在三位朋友，然后留言写我要鸡饭，待会我们会抽出30位的幸运儿哦。嗯，对对，然后只要你们有食物要鸡饭，我们对，然后会把名字记录下来，很有什么东西。等一下，我看到 Amy 写说什么朋友聚会加料，要吗？要，我真的还记得你们，我就会加给你们。这样你记得我吗？你可以看着我吗？你看着我，你看着你的朋友们，你们真的很努力，还会记得你们，所以你们要给他留下印象深刻，快点分享出去，大大力的分享哦。他很可爱，你的粉丝说你很可爱，你的这很多粉丝，这很多粉丝。有人问 Ro， 你有想要开分行吗？暂时是先把基础打好，嗯、然后会有想，可是我觉得先把基础打好先，然后再考虑着。OK， 再考虑要不要开分行是吗？可是也对，真的要打好基础，有自己的顾客群真的很重要。所以、哦、我看到你的说，我知道那首歌叫年少有为是吗？年少李荣浩，李荣浩我知道了哈，谢谢你们提醒我。讲唱讲唱什么？假如我年少有为，应该是这样唱吧、哎、对呀、啊、对呀、啊、有假这个啊、哎、有人写啊、okay. 假如我年少有为、啊、不自卑，你们在听我唱歌。 OK， 刚进来的朋友们记得哈，记得要分享出去，然后得三位朋友写我要鸡饭，待会我们会做幸运抽奖哦，记得要守到最后哦。如果你们没有守到最后的话呢，我们就不会 draw 这个 lucky draw 了，你的奖品就飞走了，你们鸡饭就飞走了，免费的鸡饭飞走了，因为是我们今天赞助了30份的鸡饭哦。对，真的很好吃哦，没有骗你们哦，真的是。只要你们去分享得三位朋友，过后你们在下方留言说我要鸡饭。OK， 嗯，然后其实素荣好像，你有没有遇过特别好像很特别的顾客啊？应该是这种特别的顾客吧，让你印象很深刻，对，留下印象很深刻。对，有啊有啊，都有蛮多组的。最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印尼华侨吧，因为他是来那个靠近 Adventist 那边看医生，然后就。机缘之下他就走过来吃鸡饭咯，哪知道他吃他一直要加那个鸡腿啊鸡胸那些哦，然后他要回去的时候他还叮咛我们一句，讲说只要他有机会再回来槟城，他一定会来这边再吃鸡饭。又有一个，对对对，可是我吃过他们的这家的鸡饭，就是苏龙的鸡饭，他们的饭哦真的不会很油是吗？对对对对，会很油，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有口感的饭，对，就是很粒粒分明，对对对对，那天我讲粒粒、那个肉把细细纹粒粒，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们要吃这样的感觉，那我就买一盘的鸡饭来吃了，对。我都想了，我等一下我就去买了，等一下我去买了，所以你可以留一份给我嘛，你不要这样快卖完啦，你不要这样快卖完啦，你留给我啦哈。啊 ，Sam 姐，我真的要鸡饭 ，OK， 你就留守到最后，等一下我们就做那个 lucky draw， 你就真的留守到最后，那时候你就有得吃了。对，我看到有人写。就是我刚才你说的，你接手你这个生意的时候，是因为看到你妈妈觉得你需要去协助她，对吗？嗯，去帮她分担一些哦，毕竟也不会降压力嘛，因为一个人很你几岁开始就在当头帮忙了？15岁哦，一有假期或者是。不想要上学关灯 scola 的话，我就会去帮忙哦。这样诚实嘞，这样诚实嘞。OK， 那就是给老师看过，因为他以为我关灯嘛，然后可是他一去，他讲，哎，你真的是来这里？我跟他讲，哈，对呀、啊，真的很有孝心。这样子，你一接手这一个，你是刚刚接手这一个档口的，还是已经是接手几年了？嗯。是我的话不久，
没有满一年哦。哦，你是说真正接手不满一年？可是你之前都哦，你说你十五岁就开始帮忙了嘛？这样应该都有10年在那个档口那边了吧？因为十五岁那一年就当算是员工吧，先去帮忙啊、打扫啊那些、哦。然后过后，你在这个一年里面，你才接手这个整个档口的生意啦。嗯，对。那你的梦想是什么？梦想啊，我觉得是，我觉得大家都很想知道吧，因为年纪轻轻的你已经是鸡饭店的老板娘，对，有特别。梦想的话，当然是能的话就越搞越大喽。啊，就是要开分台咯，对，搞分台，我记得在我们店旁边，啊，你可以开在罗罗奥布斯迪列那边的，对 ，OK， 我们的旁边有的，我们 Sense Buffet 的旁边，就可以开一间在那边，我觉得是很 OK 的，每天都高朋满座，因为每天我都一起。Hello， Amy。你说我越来越美吗 ，Amy？ 他当时说是我，你说是我越来越美。这样，有粉丝问立斌问哦，这样守夜辛苦吗？你觉得守夜辛苦吗？说辛苦不辛苦，当然是会有辛苦啦。可是只要越战越勇，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能战胜过他。真的有 OK， 他说的我都好的，太感动了呗，真的很感动。你们还有什么东西想要问苏荣的吗？跟想要问苏荣的话，可以在下方那边留言哦。对呀、啊，哇，我看到很多人好像有出去了，你看开始一直在掉了，你们记得真的是在留守到最后，然后我们才会做这个幸运抽奖哦。刚进来的朋友，记得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然后在下方可以点三位的朋友，然后你可以在那边留言写我要鸡饭，然后待会我们就会把你的名字丢进那个抽奖箱，然后我们在结尾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大抽奖。是的，对，我们会有30份的奖品送给你们哦。苏荣，你的粉丝问你是负责抽奖还是负责咚咚咚咚咚咚咚，看戏了。他应该是两样都负责，我觉得是吧？还是你在翘脚收钱不了？不能啊，那边翘脚就被人家看到不卫生啦、啊。都有。讲不了，我就是问你，这你是属于咚咚咚咚的嘞，还是哪收收收收收的？还是两样都是？两样都有啊。然后我有看到你问，你遇到最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怎样煎熬过的？哇，你看很多人都很不是煎熬啊，熬过，煎熬吓死人，熬过，你怎么熬？怎样煎熬过啊？我觉得工作，工作的事情带回家咯，因为毕竟是两回事嘛。因为回家就是要舒舒服服的躺下去睡觉，然后。工作的事情就一天一天忘喽，尽量不要去仇恨记者喽。对，真的。可是有人问你 MCO 有开吗？在这个 MCO 期间，我们从18号 MCO start 到现在有的，尽量遵守他们的 SOP 到完喽。你们有 off day 的吗？有两个星期 off 一天 ，off 星期二。星期二啦，两个星期 off 一天。哇，你们两个星期才 off 一天啊！你我老板可以 off 多一点，厉害耶，真的是。这你们有 delivery 的服务吗？因为有暂时没有耶，因为我怕等下 handle 不到啊。可是过后应该会有，还是我们要请我们两个去帮你 delivery 吗？可是你会发现到越来越少了。然后跟那个顾客讲，也不可以这样啊，我们太衰了，不可以，不可以啦，因为真的是越讲越饿了，那个肚子真的在那边一直咕咕，一直想念你的鸡饭，还有你的蔬菜汤，看我那个火烧就有火腿，肚子就咕咕叫，还有你的叉烧，还有你的辣椒，真是。
太想念了，真的。每一次去吃都会有要求速溶，哇！你的粉丝说他每一次去吃的时候，他都要求你要自己就是砍鸡。对呀、啊，我要他要训我表姐要训练我啊。哦，你的表姐来的哈、哦，哇！表姐的，所以他来的时候，他都会要求我做给他。他是你的师傅。我看到丽萍。我说你的表姐是你的师傅，我看到丽萍姐工作是真的是不可以带回家，可是自己的鸡饭不可以带回家，真的是可以带回家。你剩下鸡饭也可以带给我们，是吗？可以可以，一丁一丁，看把不喊到 order 吧，是吗？嗯，你们有那个好像那个 Foodpanda 的 app 这样子的吗？可以 delivery 你们的鸡饭的。也有粉丝问哦，但就是因为我是有想要做，可是因为是 MCO 期间，所以他们的 machine 都开着，然后过后我会去联络找他们来帮我弄这个 Foodpanda 那些。因为这位粉丝他是住在怡保的，他很想要吃你的鸡饭。可是讲真的，不本那只是不本那个没有吃太远了。我肯定不本那我的。那个你应该是一包鸡饭，如果是5块钱哈，如果他送到去怡保给你，一包鸡饭5000块啊。OK， 先说下次洗完脸要去吃鸡饭了。哇，辣椒很好吃，辣椒很好吃。我 Amy 很喜欢，真的很想念哦。Amy， 你几时有空再去？很久也没有看到你了。粉丝们，你们记得要分享出去哦，这个直播，因为待会我们真的要来幸运大抽奖喽，我们会抽出30位的幸运儿。对，嗯。然后可以打电话预定吗？尽量分享出去，有好康，有好康。对，分享出去。所以有粉丝问你，可以打电话预定嘛？就是 call 你了，然后跟你说我要什么什么，等一下我去拿，打包的意思。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我是最喜欢了的。然后这个是你最喜欢的。然后你的电话号码就是下面那个对吗？012啊，对对对对。啊 ，OK， 如果真的想要预定的人都可以在那边，都可以拿那个电话号码哈。嗯，对。快点，我们要人数增加哦，待会我们要做那个幸运大抽奖哦，所以大家大力的分享出去这个直播。对的，没有错。你们不是很想要吃鸡饭吗？所以我们要大力分享这个直播，要带3位的朋友，然后你们在下方留言写我要鸡饭。刚才苏勇你有讲几点开到几点吗？应该没有讲到哈。你平常营业时间是几点？营业时间现在是 MCO 的话，我们会比较早哦，大概10点这样就开档了。哦，10点就开档，然后大概到几点？嗯、大概到几点才开？十点到几点？1点半2点这样。哦，这样快就卖完了哦。哦，这样你的生意很拉鼓哦。是啊，我们是去的时候都看到很多人。可是你们有繁忙的时间吗？就好像很多人在那边排队的时间有哪个时间是比较多人的？那个时间我就不要去打包了。如果我要打包，我一考你。12点半1点这样吧，因为那边的 office 会比较多，所以他们的 office hour 休息都会在 lunch time 的那个时间会比较繁忙一点。就是 lunch time 的时间会比较忙啦，会比较多人排队。嗯，对，对的。这样做家庭的咯。这样那些粉丝们可以早上选择早上去，要不然排队排很久。早上排比较好，早上来吗？这样我就认到粉丝的脸。是哦，真的。苏荣，一天你大概卖几只鸡呢？几只鸡？啊，因为现在 MCO 嘛，因为也是怕说没有什么顾客，所以会比较少一点哦。可是当 MCO 过后哈，就会卖比较多一点了。嗯 ，OK， 这样早卖完了，我不是要早上6点就出发，对，你不是早上6点，要5点你就要出发了，对，因为发 traffic jam， 对，海威早，海威早上其实蛮 jam 的，海威，你来到我们大桥的时候真的很 jam， 海威很 jam， 5点就出发，从怡保的话来，
喜欢吃鸡饭的朋友们，记得大大力的分享出去。待会守到最后，我们真的会做这一个的大抽奖哦，我们会抽出30位的幸运儿。然后其实苏勇，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你那种一路走来的那种经验啊？就是你有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有特别想要跟我们说什么风风雨雨、啊、就我觉得应该是你是想要什么会跟你走来的时候啊？我觉得爷爷时代的那边会比较辛苦，因为毕竟是白手起家嘛。嗯，没有我算是幸运的帮接手哦。所以真的，他真的让我很感动。真的，嗯，我也是以爷爷的那个精神去调理好心情，再接再厉，把发扬光大，发扬光大，真的发扬光大。你看，我们的粉丝们说，几次 lucky draw， 就是要等那个人数再飙了，我们才会 lucky draw， 因为我们真的是要把苏荣就是赞助了这个30份的幸运的那个抽奖，对，要送出去给大家哦。OK， 很多都迫不及待等着来给我。我听你这样子的分享哦，好像很简单而已哈、哦，只要早醒起来准备，然后就可以了，是吗？嗯，对呀、啊，因为我觉得工作其实要把它看得简单化一点，不要把它弄得太复杂，这样的话做起来每一样东西都会很顺利，也是很简单的达成目的了。对。而且要那种不怕未来的路多难走的那种，都要勇敢的走嘛。对啊，因为如果你就这样早醒哎，4点多哎，这样早醒起来要准备嘞，哎呦，太恐怖了，很难得嘞，真的。现在的年轻人4点还在下棋耶，跟周公下棋。对呀、啊，是我没办法，因为要趁年轻要输嘛。这背后有一些的东西让你有这么大的动力，让你每一天这么早醒嘞，要准备嘞，还要其实砍鸡不简单哎，那个刀应该很重吧？手很酸哦，真的手很酸应该啊。然后要找到适合自己手拿的刀哦，因为我上次有 try 过另外一个，拿起来不是很舒服，只有这一刀，他的那个刀维持到现在还是拿的最舒服的。这你刚刚开始斩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整个手很酸吧？运动完就好像我们太久没动了，会痛哦。这边因为力量会错嘛，然后会痛。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职业病，职业病。对，真的。有粉丝问你，刚刚说年轻人比较喜欢吃烤鸡，对吗？然后白鸡是比较年长的人比较喜欢吃，这样平时白鸡比较卖的多还是？烧鸡卖的多，哎，他就是要问平时你的顾客是年轻人多还是老年人多？年轻人多啦 ，Amy 有时候来可以坐在那边，现在 MCO 不可以，等 MCO 过后你可以进来，那你就知道那边是年轻多还是老的多了。我那个问的人一定是年轻人，我看是谁，丽萍啊，他是很年轻，我知道为什么他这样问你了。应该猜到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了。年轻人都还是去了，他坐在那边啊，等 MCO 过后来 ，MCO 过后他就一直去那边坐着，去观察那边年轻人。我们再多一个，你们还有东西想要问苏荣的吗？想要更了解的吗？因为我们校草问东西很可爱哎，你校草问什么？你的鸡是公的还是母的？你是那个新加坡那个王雷说那个鸭是公的吗？我应该就回答吧。我们解答这个问题一下嘛。在你的鸡是公的是母的？公的。我觉得王明打气了，就像那个鱼是公的是母的。有粉丝问啊，你的鸡是公的是母的？哎呦，太好笑了！你是右手斩鸡还是左手斩鸡？今天的粉丝们都很可爱。你是还是两只手一直斩斩斩斩斩，还是要哪一只手？特技用嘴巴咬着那个刀要砍。那个有人我们要多按摩，所以哈、哦，你看苏荣就是一直来我们的啊 science buffet 这边一直洗脸，一直做按摩，做排毒。
对，因为他真的需要。下次我要加强你的部位了，素荣，我知道了，真的是砍鸡真的很辛苦，这边会很痛。嗯，要加，因为过后手部按摩直接冰痛来了。对喽，对每个，这样我知道你的护理要针对些什么东西了。你看，我们在进一步的了解了。真的哇，好像这样子哈、哦，都可以分析到一个体质这样哎。真的对啊，素荣好像这样子沟通过后，像，哎，很不错样子。你的鸡是因为你粉丝也是很努力的分享哦。你知道他素荣的鸡是要怎样的吗？你要来，你告诉大家要通润度。对对对，素荣的鸡为什么会好吃？你们知道吗？就素荣的鸡类哈，他就每一天都会给他按摩，他就学我们的按摩手法，从头按到 按到脚。你知道是那像那个《射雕英雄传》对吧？射雕英雄传就打通他任督二脉，给他的骨肉分离。所以他那鸡就很滑，很滑。喂，是一个鸡都有讲究啊，还要跟他按摩。你看他的气血很通，所以他的肉就很滑了。其实，打通肌肉的人脉。我的小花很可爱，我的小花，小花，欸、你没有骗我这个动作，小花我是大花。你的鸡听什么音乐？没有听音乐啊！你们是想要听我们也要唱歌哈？我们要听我唱歌啊！我们再过五分钟，我们要等温度再上去可以聊。大家，粉丝们，你们要大力分享出去，我们才会做这个 lucky draw。现在才多几位啊？41位。我们要在人数再飙高，然后待会我们就会做那个幸运抽奖哦。对的，我要看你们多想吃鸡饭，所以那个人数就会加的更多。你们加的更多，待会可能会更有惊喜呢，更多的惊喜送给你们。对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我们真的好像觉得我们好像不吃了什么东西，我们自己其实在、哎、我们不是吃了素荣的鸡饭才这样的哦。我们没有吃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小时候就这样了。你看很多人讲我要鸡饭，对，要大大力的分享出去。Audrey Hello， Audrey 你要帮我们分享出去，然后你再带三位朋友哈，带三位朋友，然后再留言我要鸡饭四个字，我要鸡饭，然后你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你要留守到最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抽奖活动。叫素荣，你还有什么东西想要跟你的粉丝啊、你的铁粉他们说吗？很感谢铁，当然是要很感谢铁粉们的支持咯，而且我也很感谢。你的整辆劳力来了吗？应该还在，还在。你的整辆劳力来了吗？塞车。有，我少部分的座位已经进来了的，只是我没有多留意他们。我知道他们俩。我不能不要笑，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想要笑哎、欸，不可以。那你说你要谢谢你的铁粉他们，然后你的粉丝们，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应该要先感谢爷爷吧，毕竟他白手起家，让我们有后代能接受这个行业，接受这个来执行这个鸡饭档，然后我觉得也要感谢我妈妈，她这样辛苦，但自己也不忍心他这样辛苦哦，所以就觉得去帮个忙，哪里知道一做啊，然后就做到现在哦，然后就尽量的把升级 upgrade。 OK， 哇，升级，他讲到很高了。OK， 我们再多两分钟，我们就会做这个新的抽奖了，因为我看到很多粉丝问及时，迫不及待了，他们真的很想要吃鸡饭了哈，及时要这个新抽奖。我们多两分钟，我们就可以开始这个幸运抽奖哦。刚进来的朋友，记得要等你们的朋友三位哦，然后在下方留言写我要鸡饭。对的。然后如果真的是我们的幸运儿的话哈，如果抽中你的话，然后等一下我们的直播结束过后，对，我们的团队就会去私聊你，就是 PM 你，然后叫你怎样去 redeem 那个奖品。嗯。
他私聊你的时候，你记得回复他，然后嘛，不要吓到啊。对呀、啊，你别，你不要，你不要，我说，我说什么？我不知道，不可以太靠近，要消毒，你不可以太靠近我，消毒，消毒，消毒，要记得消毒。不可以抱着他。对，我太习惯抱着他睡觉了，因为我们这个的消毒它是很天然、很健康的。所以连孕妇都可以使用的一个消毒，对，没有啦，只是刚才消毒了，是说给大家看不了哈，没有没有其他的意思的，没有其他意思的，只是突然间做一个小广告，要不然你们以为我们哪是插进来的这个，所以连小孩孕妇都很安心的使用，对的。你的粉丝问你，你的鸡在哪个巴萨买的？你的鸡在哪个巴萨买的？啊，你知道动，你知道动分哪一个巴萨吗？应该是没有分哪一个巴萨吧？人数增加吗？我觉得哈，原来他这个进来哈，大家真的是不行的。对，因为我看那个人数奖项太可爱了，记得要守到最后。哎，我觉得大家都很多人要吃你鸡饭。啊，我要吃啊！你留一份给我哈，有把我的名字放进去吗？顺便把我名字放进去、啊，放多几张不用点。OK， 不要给人家骂。快点，有吗？还有人还没有写的吗？全部人都要写哦。大家都饿了，都饿了。朋友们，快点，不要开胃了。肚子饿了，现在都饿了。我觉得大家都肚子饿了。我们开始了，刚进来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刚进来的话，记得你们也可以再分享出去这个直播，然后给三位的朋友，我一次过抽五张啦、啊！你抽五张，因为我开起来，我们要举出三十份的，一二 ，OK， 加油，等下、啊，恭喜哦，单波算，看到吗？哇，单波算，单波算 ，OK， 记录起来哦，还有。我怎么念呢？金翠呀、啊，这个怎么念？这个金寸呐、啊，金寸，这个恭喜你，金寸，恭喜你。我吗？单金翠还有在里面吗？恭喜你哦！哎，该掉地上了，地上。还有哦，你的铁粉 ，Amy 六 ，Amy 六哇 ，Amy 有 free 的鸡饭，有 free 的鸡饭。这边有三个，可以四个五个，嗯，然后等一下我们的团队就会私讯你哦。哦，李哎啊，李坤哥，哦哦，我还把他练得这样好笑，就是我们的丽君姐姐，恭喜你！突然间反应不过来啊，可以。哇，恭喜你！这个 Banky， 恭喜你 ，Banky。记得留几口给我啊，再吃到完啦 ，Banky。那个不好意思，我想要补充一点，我刚才忘记去。等一下，什么东西啊？你先讲啊。OK， 我们现在抽一半啦。我们的素荣说他还要补充一点点，我们让他补充先。补充了，我们再继续，很快抽奖。我很感谢 Sense Perfect 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吓到我吧，我的一般的咨询，也很感谢 Sense Perfect， 每一次我去的时候都很服务到我咯。哇，我学我们俩，到位是吗？嗯，对，真的很感谢。哦、原来我们每次给你按摩，你都想到你的那个鸡，你怎么讲按摩啊？所以这样入味了，所以也通学一下，然后我再帮我的鸡按摩。也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也谢谢你接受我们这个第一期的邀请。对，你是我们的特别对，我感谢他这么快给我一个机会，真的很谢谢你啊！啊，我再继续看啊，我们再继续看。小妹恭喜你，有人叫我好好的抽，哇，小妹，恭喜你哦，好好的抽啊，好好的抽啊，不要说话啊 ，OK， 认真的抽啊，
刚进来的朋友们，你们还可以来得及哦！金轩，哇，恭喜你，金轩！记得留一点给我哈。哎，我们一方留一点哎，这样我可以很多包了。这个、我们这这个，哇 ，Rania，Rania，、oh, Rania, 恭喜你 ，Rania， 恭喜！这个也可以留一点给我。啊，现在很热啊！我现在哇，莱茵，莱茵，恭喜你，莱茵！来 ，OK， 还有 ，OK， 严素贞，严素贞，恭喜你，素贞，素贞，素贞是你的，也是你的粉丝吗？当然是粉丝了，这个，这个是铁到不能再铁。Fans buffet 有大花小花，我也是有素贞、素龙。哇，很多很多，他讲很多铁粉啊，哦，还有哎，我们也是很多铁粉啊，我们也是很多，来哦，不能输这样，这样子讲话，我们有拉着脸皮子厚一点，我们脸皮厚一点吧啦，这个是千里雪倩，雪倩，有粉丝问是不是没有把我的名字写进去，有，我们有写，因为你在那紧张，我们还没有抽完呢，太多人了，我们现在才抽到十份而已 ，OK。还有二十份，还有二十份，所以人数要增加哦。记得刚进来的朋友们，你们还来得及哦。只要你们在下方带三位朋友写我要鸡饭，然后我们就会把名字丢进去这边里面，然后做 lucky draw。对，OK， 我开下一个哈，下一个 Chloe， 恭喜你，恭喜你，我这样子你才看的 ，Chloe， 恭喜你。哇，大家都有鸡饭吃哎。我也想吃，我觉得大家都饿了。吃饭的时候啊，你们可以拍张照片来嘛，然后吃了过后可以给一些 comment， 对吗？是不？对吗？欢迎你们，很乐意，我乐意，是可以。可以贴在 Science Buffet 的我们 Facebook 那边，让我们知道你们拿到速溶的鸡饭了过后的感觉。你吃的它的鸡有什么？对对对，那个是瑶瑶讲的那一种，细细纹细细纹粒粒的，它的饭是一粒粒分开分离的。来啊，来，这个谁？啊，星燕，恭喜你！哇，星燕，还是可以留一口给我哈。有没有再留给你？我觉得抽、啊、哇，我们的笑场不是啦，这个不是笑场。来，哎，对不起，这个看错了，你的，好 ，Miss Lee， 我们的 Miss Lee， 恭喜你。哈哈哈哈哈！看了，眼睛看不到了啊！哇塞，终于到你了，你还也是有 free 的，有 free 的。然后你不要留给我，不用紧了，没关系，你等很久啊，给你吃到完。哇，你等很久了，我知道偏心哎、欸，他的时候你留给他没呀 ？OK， 哎、欸，没有，不会，我这样得罪人。哎，哇！哇，可以，可以啦，不可以我们是用分享啊，这样可以，哎，这样我没有，这样我没有哎、欸、，OK OK， 来，先来了，可以看啦，是真，当然啦，哎呀，大花，我也是有分享嘞，我有带三位朋友嘞，刚才我有在做工哎，我有带 S 龙，你讲要带三位朋友的嘞，是不是？对，那很是啊，都有机会，都有机会。这个叫 Juni Dang， 你是你的，是你朋友吗？ Dang 没有，我的名字他的名字陈是满天下，我是陈就是我的朋友了。Juni Dang， 我的粉妹妹，我的粉妹妹，粉妹妹，这个是。哦，我看到这样辛苦，我只李冰，恭喜你！大家快点分享出去，写我要鸡饭，快点，我们就会越 draw 越兴奋了。OK， 哦，那你看我们有写联名进去哦，李维哥，李维哥看到吗？李维哥，我们有写，我们没有做假，我们没有做黑耶。有多黑？公平公正的造型，我是白的，虽然我们也是小鸡是黑的。你别这样分不出颜色，哎，会啦，黑跟白分不出嘞。有人说等到天问题，他是为什么？你讲就到你嘞？谁？该输点，不挑第二的 ，Fanny Golly Fen。哇，你一说就到你了，真的是你哦。OK，
我们几份了哈？我们十九份了，好，二十份了。哇，还有十份，所以要大大力的分享出去哦。这个是一个链，恭喜你一个链。哦，是苏荣的粉丝。嗯，这个是超级铁粉啊。哦，这个又是老顾客对吗？对对对。这个微微意，恭喜你微微意。立伟也抽到了，他们说整家人吃鸡饭啊，然后很幸运，明天全部一起去吃鸡饭。燕秋，哇，燕秋终于抽到你了，你不可以吃，你要给我。燕秋是一个也是超级爱吃鸡饭的，他超爱吃鸡饭哦，他哦，真的哦，他爆料，这个幕后爆料或者是下一集幕后爆料，他也是喜欢吃鸡屁股哦。哎呀，我们是免费的，然后只要你说你有吃，我们都会赠送给你。哎，我们的女神 Fanny On， 哇，女神 Fanny On， 恭喜 Fanny On，Fanny 留一口，留一口，不要两口可以吗？哇，真的是素荣，他说老板娘很大方，又看又送，对，真的是很大方。哎呦。哇，你自己有做红是吗？我有做多啊，然后你自己头放进去的哈。没有，这是我，你看这是我，瑶瑶。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我叫瑶瑶的，我有的吃鸡饭，你们也是有的吃哎、欸。好，有人说怎么没有我？等了很久，很惨。Pineapple 的不是吃鸡饭的，没有，所以应该还没有抓到他，还是你还没有大力的分享出去 Pineapple？ 没有，你有带三位朋友，然后写我要吃鸡饭嘛，你有带就可以了。还是因为你没有带，所以他们没有把你名字丢进去这边。这个我知道，这个也是铁粉，吴静，对吧？是你铁粉吗？是吗？Pineapple 如果没有中，就送他一个我的没我都没这么难吃，我都没了。OK， 果然也是很有默契的啊，对吧？太恐怖了，他的冷笑话也是很给一下。你们还有很期待吗？我觉得大家都到了。只份的这一个新运奖哈，我抽到点手酸了嘞。对呀、啊，可是我看到那个直播还没有大力的分享出去嘞。应该是大家都饿了，都饿了。没有力打字是吗？饿到没有力打字。你们没有大力要拿出去，我也没有力在 lucky draw 了。其他的就留给我吃啦。快点，我们也是很饿了哈。刚进来的朋友们，快点要分享。我们还有几分？还有四分。还有四分而已啊！还有四分而已啊！真的是。哇，谢谢树龙。没你说没有听到，我们第一个就抽到你了，这第一个是抽到你的美女安迪，美女安迪，我们第一个就抽到你了咯，还是阿 Tim 来的，应该是阿 Tim 还是阿 Ken 哦，阿 Tim 阿 Ken 没有分享，没有的，真的，我们最后的四位啦，来啦，这边了啊，没有了啊，塞浪了啊，我们在赌博，我们在赌博要塞浪了啊，来再看。Yumi On， 我看到你来，我谢谢你，谢谢你。Yumi On 是你的粉丝，不是我粉丝啊。还有谁？哎，有了 ，Pineapple 有了。Pineapple 哇，他还等到很久嘞。有了，到时候抽到他了。哎，你没得吃，我吃哈。啊，你没得吃哎。恩千，你没得吃哎，就留给我吃啊！你记得发那个voucher给我，你没得吃就是我吃啊！最后一个了，分享了冰城的 group 了，分享最后一个、你的铁粉说他分享了在冰城的 group 了，我真的最后一个了，没有啦，真的最后一个啦，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了，谁是最后一个讲幸运的啊？我们看看。噔噔噔噔。我们一定要找你要配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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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哈哈哈哈哈！喂，白痴，白痴，我已经白痴。这个啊，来啊，看谁啊？喂，哎，你看，哇，真的是，哎，你真的要从怡宝过来呀、啊？真的，你要从怡宝过来了，我应该叫你 Mr. Kong， Mr. Kong， 你要从怡宝过来，真的，真的冲到你耶，最后一位。
真的很谢谢你怡宝仪看我们的 Penang 直播啊。真的啊，来来 Jolly， 我要讲读 Jolly Hong Kong。 不好意思啊，如果我们读错名字的话，Jolly 啊，不好意思啊，你们不要怪我们这个大花跟小花、啊、我们有点那个了，有点花痴，太多花了，真的太多花了。你们今天很开心吗？有30份的这个幸运抽奖，很谢谢苏荣的赞助，我要很感谢，感谢 Sense Perfect 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免费送出30份，也很谢谢你要参与呀，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也很感谢你们。人家说的终于等到了，你们有很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时候是什么吗？等到你，哇，终于等到你，这个，你看，你们有期待我们下一集吗？还是你们不想看到我们呢？你们下一集想要看我们的是哪一个顾客啊、分享顾客哪一个专场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想要知道的吗？应该，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很希望看到大花和小花吧。哎，不一定哦，我们这边还有很多花、哦我们还有女神，我们是女神级的，我们是女神级的，女神级的啦。我们还有女神，还有女神，对，我们是那种帅帅的。所以更好的，不一定是我们两个花出来的，对，两个花，还有很多草啊。玫瑰花、啊、什么都有、啊哦、玫瑰花、茉莉花哈，那些黄梨都有啊，黄梨都有，黄梨都有。是不是出去了？还是有啊 ？OK， 谢谢你们，真谢谢你们。下一集有人说下一集是鸭饭吗？那边如果你是卖鸭饭的话，我觉得下一集我们也是可以做的。我觉得可以邀请你过来，因为我们很想大大力的分享给大家知道我们顾客的专长是什么。对，我们顾客都有很多专长，其实真的很多，有眼镜店啊，又有什么，真的很多。我觉得你们不想看我们下一集是两朵花了，应该才几个人写而已嘞，一二三四。下一集大花应该是要去生 baby 了吧？啊，我去生的时候，我这个小花也没有用了，什么没有用？因为大花不是小花，要搭配另外一个花呀。我们还有很多女神级的人，对，小花有可能会搭配女神，然后你就会看到什么是神经病跟女神了，你知道什么差别？现在看不到差别，现在看不到差别，看有擦出什么火花了。应该会有很多很大火花，我觉得。嗯，你们期待我们的下一集吗？你们期待的话，可以在下面放一个 love 给我吗？可以吗？放一个 love， 因为我很喜欢 love 的。你要两个 love 也可以哈，因为我们这边两个人，这边三个人，三个 love 更好，一人一个，不要三个。等一下做到一半，什么环节？现场直播，很多的，哇，有很多 love 了，很多 love 了，哇，很多 love 了，谢谢你们。谢谢你，这样子你们一定要守着我们的 Science Buffet 的这个这个 page 哦。我们下一集，我们再告诉大家我们是要做的是什么东西。对。然后其实如果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哈，因为我们今天也是聊到有关于营养嘛。对对对对。然后刚好明天我们有一个线上教学，对吗？对，我们线上教学，在一点的免费的线上教学，对，教大家如何提升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哦。对，如果真的有兴趣的哇，苏荣你报名啊，这么快，这样快，太快了。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的团队会在旁边那边send上那个 link， 你们可以按进去报名，免费的哦，真的是免费的哦。都可以去报名。大家收到几分过后，你看那个直接掉下来了。他们大家都很快，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了。他们在一肚子了。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参加我们这个直播。我们下一集，我们下一集见哈，下一集见，拜拜。OK， 拜拜。我是小花，她是大花，我们是姐妹花。我讲不下去了，拜拜，拜拜。我们下一集是吗？我们在下个星期。我们会公布出来，就是下个星期的星期几，所以你们要留着我们的赛程，然后我们会 posting 在那边，好，谢谢大家，好，拜拜，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好，拜拜，谢谢你啊。
这个。